据央视8月5日报道，河南暴雨过后，我国自主研发的翼龙无人机现身，防汛救灾一线。军事专家曹卫东解读，翼龙无人机本应该是敌人头上的利刃，现在变成了人们头上的天使。它原本是为了在信息环境下执行对敌打击任务的，在灾情面前，它也可以执行类似的任务。翼龙无人机可以从救灾一线迅速回传重要数据和情报，如内涝对建筑的毁伤情况、是否有群众需要救护等，还可以为部队救援提供通信保障。根据公开信息，翼龙无人机是从贵州安顺机场发出，穿越贵州省、重庆市、湖北省、河南省，单程1200公里，往返2400公里。考虑到来回飞行时间，并且还要为突发情况预留时间，翼龙的滞空时间至少是20小时以上。翼龙大型长航式无人机应急通信系统利用大型固定翼无人机搭载中国移动无线通信基站，采用 4G、5G 通信技术通过卫星传输。当无人机上升至高空时，便形成了临时的基站塔，可摆脱地面供电、通信回传的束缚，快速打通指挥中心与指定区域之间的通信。这种基站是出现地震、洪水、泥石流等自然灾害时通信保障的利器。在令人震撼、令人安心的同时，也体现了中国通信科技自主创新方面的实力。